现在是8:05，叫我迟到5分钟。是我的课表。到的。拍眼妆，迟到了。哎、欸，我没擦口红，不行。今天的处罚是什么？实测啊！姜伟目前迟到10分钟，现在是要拍实测，对，底妆实测。看谁？我没有画，没有画，我没有画、啊，他是伪素颜。什么伪素颜？我真没画、啊欸。那我要放，你也没画，因为是伪素颜，你看起来就没画。伪素颜就没画、啊。这是两金妆。现在最流行的，女生轮流坐后车厢，以及我们的抽烟的司机。哇，烟雾弥漫。第二天，他妈是小火车。天哪！第一站，我们的第一站。我要气质。气质，气质，我们的第一站。Hello。Hello，Hello，Hello， 我漂亮，你很丑，我知道。哎、欸，你很大哎、欸。嗯，这是我们的第一站，吉米，吉米，哦，吉米，观众数掉了，观众数掉了。是幸福转运站吧？是吉米画的啊，吉米画的。吉米公园，吉米公园，吉米公园，好。吉米，吉米，这边不是吉米公园啊？啊，这边不是吉米公园，所以这边到底是哪里？公园在车站吧？对，抱歉说错了，是幸福车站。啊，幸福车站。我们现在到了下一站，这边站是什么？雅典蛋糕米花。然后还有这个咖啡，是不是？超浓。超浓的，来喝一口。好苦哦，好吃吗？嗯，它是很绵，然后不会很甜的那种。哇，美食节目。商业机。嗨，我们要准备帮那个何晨燕求婚喽！我帮一个朋友帮庆生，帮庆生。求婚啊！谁生日？那个人在后面。我们刚刚偷偷问了一下小寿星。然后最后我们决定买那个圆的那个巧克力，刚刚看到带大家看的那个巧克力蛋糕。因为他问他说，如果是宵夜，他想要吃什么？没有反应。Hey Siri， 你按住啊，白哦。好了。在附近有什么好吃的吗？你们要吃什么？他说什么？他说什么？的和弦开瓶，好吃且平均四颗星。有试试看这个吗？不要。加屏东人。谁是屏东人？我啊。嗯，屏凶人。谁喝水？摄影。我是说摄影。摄影成眼理想。哎，不然吃那个。我们现在在梅湖。梅花湖。哎。他在骑那个电动车。然后我们在蛮骑哦。拍他。拍谁？这是在梅花湖。这边都没有那个。后照镜都看不到后面。好，他们在拍照啊。Hello。这样子要这样拍，还要这样子。还要这样。好，哎、欸，好，那个拍我滑手机的时候。好，你这样就不自然啦、啊。不会啊，我还是可以很自然的，好吗？沉迷哦。我们的车头灯，就想要这个没有汽车驾照不能那个，有人谁超车？我就嘛赶快呐！停令，那停问，马停令。我们刚骑完电动脚踏车，
现在要上车去下一个景点。这是我们的房间。嗨，眼玲。在打招呼。嗨。看住下，转，看上面笑，不要看我们。转转转，你是个少女。我接受不了太多人给我指令，我要这样子才好啊。对啊。对，露西。阿妈一头丢，阿爷捧阿妹。好来，好。没有那种波涛汹涌的。对啊。第二天的第一站，我们要来吃特式葱油饼，然后好多人哦。过去车子那边还有。是 QQ 撞的。我们再拿回去。好好好。好喝吗？然后去也可以啊，然后就给他们喝。好喝吗？味道很甜。真的、哦？嗯。那很有嚼劲。好，两个都是在拍 V 的很 Q 的。这是第一份福利，要写时间。好，六十块。那我要吃什么？我想吃玉米笋跟茭白笋。可以啊，好。那我要吃玉米。除非这里第二步也可以炸炸鸡，那我就会选炸鸡。炸鸡在那软叫了。因为我昨天在罗东夜市没有吃到。没有吃到。你要吃黄金的还是吃全熟的？这是茭白笋。还有玉米一个。有啊，玉米笋小小的。在哪？玉米笋刚不是有小只啊？也太小，十块。眼玲可以帮我看一下、啊欸、我要看一下那几个。眼玲要拍照。好。20分钟。然后玉米笋15分钟，你要煮水煮
说蛋要多久？8分钟。八分钟啊。我看有事吗？还不够。你看，你看整个头发都湿了，好像下雨一样。我尽量低头。我这还是整理过的。房间。谁要看谁的裸体啊 ？Hello。讲笑话。哎、欸，跟你在眨眼。我